每当看到大人开心的样子，我都很庆幸。还好那个人是你，也许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可以带给大人幸福吧。长恨，从今天起我不叫长恨了，我也不再是大理寺的人，你就唤我小婉吧，那是我父亲替我起的乳名。小婉，替我好好照顾郝大人。这个是我为你定制的护身符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贵妃娘娘出去了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收拾东西的。这里是莲儿姑娘的房间，平时是上锁的，谁也不能靠近。你可别惹事，你要是不想被砍头的话就赶紧走吧。走吧，走。青侯爷那儿查出什么了吗？这人倔强得很，都已经只剩下半条命，还什么都不肯说，干脆直接放弃这颗棋子，擒住古王便是。这清末言可是皇上的心腹，不能贸然行事，万一让皇上怀疑到本宫，到时候你也别想脱身。哼，你有什么计划？